润子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吃饭呀。你还做饭呀？你以为呢？我第一次见你做饭。那是因为平常工作比较忙，然后没时间做。今天的话外面下雨，那这不是恰好来的时间吗？做点炸土豆给你们吃啊！我把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做给你们吃。行，第一次尝你手艺。尝尝我们云南人最喜欢吃的土豆。你不是平常就吐槽我只会吃土豆吗？今天我又专门炸一道我最好吃的最好吃的地方。天天看你砍价，想不到还会做饭。那你以为呢？我不公公只会砍价，平常的话就是比较忙没时间做，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通通都会，只要是基本的啊都会，没问题的，家庭小能手。完全没问题，全能的。以前小时候嘛，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外面挣钱嘛，然后呢家里面就只有我家三姊妹，然后我姐嘛又去县城里面上学了，然后家里面的话就只有我跟我弟弟。以前我姐在的时候就是我姐做给我们吃，后面我姐去外面读书了以后就是我做给我弟吃，每个人都要来接班了。厉害厉害。好，不说了，你赶紧切，别切到手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每个人都吃吧啊。要点几碗米线？点几碗米线？这第二遍了。
快点给我拿筷子来。